报告夏局长，接到 M 国海军部门的紧急通报，该国一艘 HD3 型智能潜艇在海岸码头附近与他们失去联系，该舰艇原计划明天在军港码头进行例行维护。知道了，安抚好他们。直升机大队已经掉头赶往北部湾海岸码头，这些 AIT 简直是无法无天。 插播一条军事新闻 ，AIT 头目觉醒，带领众多 AIT 现身北部湾地带，现全程进入红色警戒，再次提醒广大市民警戒期间，请尽量减少外出，保证自身安全。我留下，你们快走。别犹豫了，齐安，你快走，否则谁都走不掉。 不用惊讶，我和齐雅从头到尾都是和世会的立场，没有病毒。毒之翼会让人类和智能陷入无尽的战火之中，就算为了自己，我们也不会那么做。洛迪姐，相信我。这块腕表可以定位齐雅的位置，能不能阻止毒之翼，就看你们的了。 导弹准备完毕，请指示。发射深海导弹，立即摧毁潜艇。
雷霆一号收到。前厅已确认彻底摧毁，今天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人类和智能终于迎来了和平。太棒了，这和平了。对呀，哇，太棒了，总算给终于来和平了。不许说，在我们享受胜利喜悦的同时，我们要深切地缅怀那些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为了和平付出了生命的战友们，他们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虽然今天我们摧毁了毒之翼，但并不意味着智能恐怖主义已被完全消灭。我们将和拥护和平的那些智能战士精诚合作，共同维护人类和智能的永久和平。22:38，智猎团在南极岛附近海面成功摧毁了载有智能恐怖组织毒之翼的潜艇。这意味着智能恐怖主义的终结。智能岛历时3年，终于再次恢复了安宁。毒之翼被消灭，确实值得开心和庆祝。哦，开心是什么感觉啊？好想做个普通人类啊！不知道投胎转世是不是真的？即使投胎转世，也不会再有前生的记忆。其实像你们三个这样，不是挺好吗？力量强悍，最重要的是永远漂亮年轻。既然你这么羡慕我们，不如让辣妈造一个智能版的卓然，以后跟我们一起，我100%赞成。那我岂不是会被自己秒成渣渣？我才不要呢，我还是安稳的当个人类的使者吧。把萧猫生前的记忆恢复吧，人类的使者。我说过，这件事情你做主。最厉害的！
伤害他，求你，我求求你！爸爸，求我！小妍，爸爸，爸爸，你在哪儿？这是哪儿？我好害怕。小妍，对不起，爸爸没有保护好你。 你能听到我说话，应该是已经成功读取了你的人类记忆。小妍，不要害怕，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爸爸和你的朋友们，永远在你身边。是，能活着已经很好了。我都迫不及待的想知道香猫的反应了。亲我一下。 帮你申请获得了永久自由的权利。谢谢，我来是想要回奇雅的智能腕表。嗯，你们找到他了？核查现场的伙计在海底找到了奇雅的智能芯片，他奇迹般保存完好。 台风，通知义父，我们已经顺利到达林极岛。好的，很快我们就会汇合。快速看一下四周环境，这里将会是我们的大本营。哎，你们看那里是什么？ 林极岛的机密是最高安全机密，所以我想派你们两个先去暗地调查一下。古堡里的房间大部分都已经破败不堪，但二楼整层的房间就像还有人在住一样。你好，是住在这里的人吗？
在朝朝暮暮，无怨无悔付出，对爱的追逐，敞开爱的心路，再无法拒绝你伸出来的手，牵手吧，牵手吧，不怕狂风暴雨的险阻，抱紧些呼吸自由吧，再也没有把我们分开的理由，谁也不再能篡改掉结果，我们都要追逐梦想自由，无论我在哪，全力守护我们曾彼此约定每一个前程愿望，让他们来点亮你来的路，指引你来再出发。